我们来喊个胜利口号吧，一二三，加油吧，加油吧，加油吧，就是你，还有你。没有口号，我们有胜利之舞。但是陈国展心事不拘，可以是戏剧，可以是舞蹈，可以是杂耍，各凭本事。但是如果想要争夺今天的霸主的话，我们可以陈国展上面一决胜负。
我没有叛逆的意思，我只是真的很喜欢站在舞台上。妈妈，也不是故意要阻止你，我是真的不喜欢看到你受伤。如果到时候你受了什么严重的伤，我们要来后悔这件事。站在舞台上的自己而已。女儿，不然这样好了，答应我，下次看到表演的时候，找我和爸爸一起去，让我们看看你在舞台上最自信的样子。还是一样，心也是希望，心也是希望。你要跟我说，你跟我爱我。
在台北街头最白的鞋跟着脚印，发现他们回来金色的木头，看着那些飞船传说的鱼丸，今天的对白，心中的爱，心中的爱、yeah。 不然被叫醒是沉睡的罪犯，墙上的哭痕和灵魂在对乱，孤单的时候自己会作战，头上的布他迟早他会散，他迟早会散，在风中他迟早会断，冬天的时候他迟早会乱，他迟早会转，纯真的好货他迟早会返，跟你说过几次心事有你日哦，让他们对你丢失，睡生活就晚当时，你我三当时，他没有后悔过半，快要进入海过半，妈祖街起叫过岸，后来少些人在作算，他们说一时一有些老三的同心，爱的亮爱亮让人同情，可能不属于我们在世多的资人，有小孩少节不送经文，今天晚上不停的不送，今天晚上不断的不送，今天晚上我为你不送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尊重。有很多美女的乐舞团体耶，真的吗？我好期待啊！那就来了，掌声让我们欢迎看什么看？Crazy Sucks， 他们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团体，那就来让我们欢迎 Crazy Sucks。Thank you.
机，到此告一段落。大家好，我是1年56班伊恩俊。我上学期在日文科，然后这学期转来表演艺术科，因为我对表演有兴趣。在这之前，我家人一直很反对，说我不适合走这个科，但是我跟他讲说，你不让我试，你怎么知道我不适合这个科？虽然在这排练的过程中很辛苦、很累，但是为了今天的表演，请各位来宾们、同学们给予我们台上的学生一点热情。快乐的把台放烂，天外飞仙，不跟太监会装坏，把头。